2800块可以带回家。有点想弄他。但没 Q 中，要快点，我需要我的火花。这么讲，这样子叫吗？随便就是很高。这一技能交的不在点上啊。早点下来一下呀。是的。结果猫咪不下来，那就是零换二。零换二就。很难接受的。就是先推线的好处，是他一定是想回家的。哎，还是肌肉挂不到吗？刘娜交闪交二，
话团战压力太大了，是吧？是得带团。后来我就没玩过龙了，我不知道什么情况。优势在我。管放心大胆的往前拱就行了。是的。我只管放心大胆的往前冲。我觉得是有屏障的，这个搞得我提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事啊，真的。2800块可以带回家。有点想弄他，打完可以换一个号，换一个号接着打了。没点订阅的兄弟们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订阅，大家可以点一下订阅。哎，这个勾没勾到，确实有点奇怪啊。我也感觉这个勾能勾到的。他勾到了，我再接个 W 啊，那血量掉两百血了呀。哎，我没勾到，是有一点没想到的。
8+5+6。是闪电，天哪！一对一，反正我是觉得泽利会赢的简单点吧，一对没那么好赢啊。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。